灯塔带给我们的是希望，是指引人生前进的方向。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伫立着的明灯，孜孜不倦，坚定执着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？那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学科？哲学类的话，你需要上四楼去查看，你可以往这边走。生活从来不会亏待勤劳的人，一次落座起身都是与红尘的一场道别，不断的播种才会持续收获，而等待需要心灵的安稳和平静。浩瀚星河，人类不过是沧海一粟，长路漫漫，需闭紧心里上下求索。知识的海洋拥有无穷的宝藏，品一载春秋，沉醉于灵魂的碰撞，每当精心钻研。爱是一份诚挚的关怀，用爱心圆满残缺的世界。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好书，共享一片美好的蓝天。科技创造无限可能，创新带来新的发现，阅读重赢智慧，踏上智慧的阶梯，成正学精神，享万卷华章。